有一件事需提前告知公子，我们之前不动燕云芝，也不动桑琪，是因为不想节外生枝。但若是他再触到我们的根基，不管是什么丞相之子，还是太尉之女，我们都会就地处置。到时即便是公子出面，怕是也不好说话了。我跟你们说过，桑琪是我的底线，你们不能动她。等科考结束之后，我娶你可好？阿姐，若是在学业上有问题，请教我便是，不准请教其他男子。你有没有闻到谁家在吃饺子，有一股很浓烈的醋味？